们看这一题，他说日常生活中有些不能使用的物体需要回收啦，比如日光灯、电子仪器、手表、照相机、医疗仪器内的电池等等，以免污染环境。主要是这些含有哪一种物质啊？最主要是它含有什么？含有水银啊，水银有毒，所以必须回收。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D。